放心吧，你留不了我。嗯，那留给谁？哎，就你那心眼，你能留给我吗？我得走你前头了。好嘞，你要不走我前头，我先弄死。我等我快。我这样说的，我觉得你可能就啥快不行的时候，你得先把我弄死那儿了。等我快不行的时候，我得先把你弄走。你要不走，你走我前面。我想也是这样。你得先把我给干走，然后你再走。我还放心了，离去再吧。要不然我挣的钱都让你花了，你再娶一个漂亮媳妇儿，年轻漂亮的。我多亏呀，我挣的钱。老牛吃嫩草啊！那我到70岁，我也啃不动啊。提着裤衩儿穿的，只要能提着裤衩儿就行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那个孩子，孩子自己挣去吧。就是，自己挣去。给他留了不少了，说实话的。他爹他娘都是自己挣的，儿子也自己挣得了。就是。我们真是白手起家，说实话就真的白手起家，好像我起家了一样。你没起家啊？不是，也赚的钱了，说实话，但也没有很多钱，给孩子留套房就行了，我觉得结婚只要有套房就 OK 了，多了不需要。做直播定期做问，对，定期做身体检查，今年还没去呢，赵博一直催着我去。你就不去？我不太想去。挂钩疼吗？你说挂钩是吧？哎，去年反正是，去年上半年运，整个上半年就这里已经掉了，挂钩掉了。就是一咬东西咯噔一下，一咬东西咯噔一下。有一天特别疼，有一天我吃东西吃的多了，特别特别疼。哎，第二天它好了，一点也不疼了，也不咯噔了。你说这是？自己挂上了。嗯，自己就挂上了。鼻子上咋了？我想去医院检查呢，老是拖，又拖延症，老是拖，一直没去。你看他自己挂上了，还好了，就是挂钩死了，就是下巴掉了，下巴壳呢，下巴掉了，就是掉了，就是脱臼，脱臼了。产权房到期怎么办？可以续签呀。产权房，对，哪天就请假，然后去那个检查身体，做胃镜，检查一下这个血，全身检查一下。嗯，其实我检查也是白检，我感觉我没身体没啥毛病，就这两天吧。我身体没啥毛病，我算是，过了15，下一次。所以我不太愿意做胃镜，挺不得劲儿啊。其实我做胃镜的话，反应倒是没那么大，但是还是不得劲儿，就是不想做。查查肝功能，对，都检查。昨天买面什么能发？48小时之内发，发货之5到7天到啊。我吃的是这个乌梅番茄，酸酸甜甜的。你已经挣的够多了。其实我做这个行业吧，全是同行推着往前走。因为同行都太能挣钱了，知道吧？都太厉害了。
压力比较大。你要说不跟人比吧，自己玩自己的不跟人比吧，你好像不能这样，好像也不太行。同行都太厉害了，你比如说你就是说你就是开店的也是一样的，你比如说对面两个饭店，你不可能说去不对比，你不可能不去对比的，都想那个对比一下，是不是？有时候都看自己，可以的，已经比开个场子赚钱了，真的，说实话的。不吹牛逼了，姐，真是开个小厂子一年多少钱？是不是？我一年赚多少钱？我都已经跟厂子那个都厉害了。我说，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。一个工厂养多少人啊？但是一看同行，你的自信心立马就是打压，你知道吗？同行太厉害了，都很厉害，都很拼。那同行一直都在那里推着你往前走，什么工作都有竞争性。对，你师傅忙不远，不是，我没有师傅，老铁。那工资怎么算的？我没有工资，我就是自己卖货，自己赚钱，自己卖货赚钱，簇拥的。我说的是小厂子，老铁，那个一个小厂子养活个十几个人、二十几个人的那种小厂子，一年也就100万吧，能挣了吗？十几个人的小厂子，我已经，是吧？我说那小厂已经跟一个厂子挣钱差不多了。没有健康就不会在意，对对对，如果身体不行了，肯定是不会在意这些了。但是目前来说，我身体还行。主播，你去嫁个老外做老公，就不用做直播了。那要我干啥呢？嫁老外，嫁老外，你得有资本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天天，我三线小城市合格，连个外国人都没有，你说我怎么嫁个老外？是不是？就见不着个外国人，哼。嫁了，再说嫁老外有啥好的？有咱中国好呀，对不对，老铁？我们三线小城市没有那么多外来人口的，都是本地人。怎么样？就是嫁个老外有啥好？啊，嗯。来，谁要面皮来着？那个香菜啥的，啊，没有香菜了，今天换萝卜了，不是，没有黄瓜了是吧？嗯，换萝卜了今天。嗯。亲自怎么喝？亲自饭前喝。老外有，对对，老外有。太吃啊，美女，对，地球不爆炸，我们不放假。难以想象吃那么多多难受。反正我现在就是人多了嘛，身边也有徒弟，吃不行就下去了啊，吃不下去了，撑得慌就下去了，不跟以前一样。以前我都自己一人播，那真的是倒劲了，你知道吗？那都是撑到倒劲了才下播，没有人替你。我以前开播的时候，我以前自己一个人直播的时候，我老公那时候还没帮我呢，他还上的班呢，没辞职呢，然后都是我一个人，然后就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是俩人，那一个人是谁？就是我儿子啊，我还得一边看孩子，我害怕他跑外面去了，也找不着了，我正播着呢，我都得出去一趟，别慌，老铁们，稍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孩子，我都这样式的，老铁，真是一喊我儿子名，没人答应了，都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儿子活了，你也属命大，你知道吗？
以前都我一人，都一人，那都是撑到尽才下播。你婆婆那时候没有跟婆婆住一起，现在也没有住一起，没有住在一起啊。其实就是因为没住在一起才干了吃播。如果住在一起的话，我估计干不了。因为啥呢？你说如果住在一起的话，我天天弄一堆好吃的在那里拍视频，那个老年人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人，是不是？